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w 今次继续上集嘅剧情啦。上次讲到嚟到呢一个系骨子群岛嘅，然之后就发现咧有一啲嘅状况出现咗。咁呢一个嘅乔伊咧就叫我哋去揾阿博士嘅，系啦，应该系叫做内木博士系嘛？系咪呢个啊？阿内木博士，但系就唔知道内木博士喺边度。哇！咩嚟噶呢只？捉咗佢先，唔知咩嚟呢只？用念力。应该唔会死嘅。哇，吹飞！我谂应该系新呢个骨子群岛嘅精灵啊，地区限定精灵，唔通系好 ？OK， 我系正式嘅精灵取名师啊，即系改名啦啊！长谷川，我阿哥读书，好唔好理佢啦喺度。个博士喺边度啊？哇！几靓，我啲色其实配得几好睇啊！喺边度啊？嗰个博士呢度啊？唔系啊，楼上唔会啊？呢度系上次嗰个诅咒娃娃嗰度啊嘛？咁佢个博士喺边啊？喺楼上啊？呢个咩人嚟啊？米兰，总有一日咧，总有一日黑暗之神咧会除掉呢个呕心嘅世界。后面间房咧俾咧过夜嘅病人用啊，真系俾我。哇，做咩行嚟行去？有几多嘢要做？要做嘢太多啦。要揾到内木博士呢个咧，呢个机器控制住咧成个骨子群岛嘅网络。OK， 佢喺边度啊？游水又要铁甲杯，我谂应该系游水隔篱岛啦，系嘛？系啦系啦系啦，呢度呢个。内木博士，哇，个样咁样衰啊！呢个内木博士啊，但木博士讲咗好多咧，关于你嘅事俾我听。佢仲提到咧，你同你嘅朋友要嚟嚟。好啊，内木博士，依家咧精灵中心需要你啊。哦，听嚟好严重，我而家即刻过去，多谢你。好，话时话嗰两个人去咗边啊？我哋嗰两个小蓝同埋 Green 去咗边啊？呢度，喺度啦，呢度。失去了病人的尿液和血液样本，骨子群都很易确保你自己不要过度疲累，尤其在游水的时候发生很多单是游泳者然后晕低然后身亡的事件。多谢你接下来交给我，我尽快赶来，有什么问题？其中一个患者心率变得很不稳定，然后这个网络意外关闭了。我明白了，我要修理好这个机器，我需要你从我的实验室拿一个电池。为什么是我要做的？那两条人在做什么？看戏，那两个是不是？这里，哇，有精灵。什么话？中心的网络停止了，那台机器控制了整个骨子群岛。这个呢？电池肯定是某个地方有电池。我们全神贯注我们的研究，所以呢，不打扫这个实验室，所以现在污糟邋遢。这个啊，老旧电池，即刻按一下这些。精灵球入面有精灵 ，OK？ 呢个咩啊？唔通有神器？喂，阿罗拉，阿罗拉嘅老鼠，阿罗拉嘅哥达，仲谂住讲下有啲咩神奇嘅精灵喺入面啊？点知只系一只阿罗拉嘅老鼠，感觉上麻麻地咧，应该。电池拎到你啦，跑腿一号，多谢你依家咧，等我哋咧将个机器咧运转啊！哇，好似做手术咁样。阿妈你喺边啊？你听唔听到有声啊？听到啲咩啊？嗰声啊，听唔听到啊 ？Green， 你讲咩啊？唔好喺度乱笠啦，我冇引你注意。唔好意思啊，呢个手术室啊，你三个细声。个男仔依家会 OK 啦。你知唔知佢点解咧会令到咧不稳定啊？个心率，点解你哋都唔知啊？你班友，你嘅渣渣同我一样咧，好准确，好奇怪，好唔寻常啊！但系咧，佢冇病大碍，依家咧情况好好。O K 嚟啦，唔使多谢我。如果唔系咧，佢啲朋友咧，我仍然会喺沙滩上研究霸王花。吓，我啲朋友做咗啲咩啊？阿 Green 同埋阿小蓝做咗啲咩？多谢你哋。依家你哋三个一直等紧你哋啊！依家你哋嚟咗啦，好惊讶。你点都好啦，已经见过佢啦。你一定系咧大木博士个孙阿 Green 啊，生得好靓仔喎。见过你家姐，净系见过你张相啫。好高兴见到你本人。哦，你就系小蓝啊嘛？最近期咧攞到呢个图鉴嘅持有人。
大武博士讲咗好多咧关于你嘅事，我睇得出你系聪明嘅女仔，你知道吧？我哋唔应该喺度倾偈啊！我会咧喺实验室见你三个。我乜都冇讲嘅，我攞两条友，搞错啊！实验室呢度，欢迎你到我嘅垃圾场啊！哦，呢个实验室咧招呼咗垃圾场个名啊！我谂你哋三个都应该会参加咧，咪骨子联盟嘅咧？冇错，冇喎、啊。咩话？我谂咧，大学博士估错咗啦。好啦，帮你两个报名啦，等我一阵。小南，你唔打算参加呢一个骨子群岛杯，你嚟做咩啊？当然为咗免费度假咧，睇下呢度几靓，比关岛靓好多啊！好啦，全部搞掂，即刻嬲啊 ！Green 呢个朋友系啱嘅，骨子群岛咧同关岛的确就好唔同。就连呢个精灵咧都同关岛好唔同啊！咩意思啊？你最好咧亲自睇睇，嗯，又可以睇嗰啲阿罗拉老鼠啊，依家入草丛睇睇，有咩睇啊？阿罗拉啊，哇，阿花蛇，系咪捉得啊呢只？即刻，哎呀，呢只死要毒系，即系阿花蛇，啊，呢度嘅精灵咧适应咗热带气候有啲变化，但系有啲咧改变咗外观。亦有一啲咧有唔同嘅属性变化，我将呢个咧变化叫做咧区域变异，太好啦！好啦 ，boys， 祝你哋两个咧喺呢一个争夺胜利者杯中好运。至于你小南啊，希望你喺呢度咧度过愉快假期啊！求助嘅时候咧唔需要怕，就会喺实验室等你哋嘅。我要开始我的旅程啦！等阵先，我哋唔系一齐行嘅咩？你最好咧加紧训练啊，因为我唔谂住咧喺胜利者杯咧再输俾你，最好带上你嘅白旗准备投降啊！我跳过喎，我哋应该讲再见啦，你班友，你都要走啦，梗系咯，我要去服装店买嘢。小南你喺度做咩啊？点可能咧？只系因为你想留休假，肯定唔系啦。罗必生，内幕博士篇章结束。你话花子嚟睇病人啊？你可能咧想知道头先发生咩事？花子，啊？你冇嘢，睇嚟好攰啊，冇事，我只系压力好大，我脑咧好多咧，关于我个仔啊，佢会唔会醒翻？希望都冇啦，系嘛？唔好意思，佢冇咧，表现出咧会恢复嘅迹象。事实上咧，似乎咧越嚟越糟，越嚟越大镬。在今日嘅不稳定心率嚟睇咧，佢系自己思想嘅受害者。佢经历咗一场咧持续不断嘅噩梦。你话咩话？我讲呢句说话唔好嬲啊！但系作为你嘅朋友咧，我唔能够忍受咧见到你哋两个都系咁。我认为你应该放手定系安息啦。你叫我放手？我唔可以咁做。你系护士，你救佢啊！我知道好难啊，但系。我只想再睇佢笑一次，叫我一声阿妈。我想再一次，点解唔可以咁做？要求好高，好抱怨嘅花子。我需要考虑一下，可唔可以睇睇佢？当然可以啦，等我通知其他护士。好啦，同意你嘅条件。做咩啊？佢放咗只唔知咩精灵出嚟喎，系咪 3D 龙啊？我听到 3D 龙嘅声，应该系。我未入去啊？有冇俾人？啲冇嘢喎，冇事喎，冇发生啲咩喎，即系我要继续开始我嘅旅行啦。啱啦，我要翻嚟回血先，攞精灵啊，买咗，拎翻奇异花、化石飞龙，好啊，就拎住呢啲先啦。其余嗰啲就再睇下有冇啲咩可以捉啦。先去右手面呢、這个异之岛啊嘛，哇，你波波绿色嘅，好，诶、欸，冇路啊，咁快冇路行。系、哦，真系冇路行喎呢度。喂，鲨鱼呢条十四呢只鲨鱼新宠嚟，又系竹蛇睇下先啦呢只。哇，真系好废！呢只蛋蛋公你真系好废，唔系输俾佢话冇啊！我睇真系会输，吹面捉咗佢啊，大佬！黐线嘅真系。咁难捉嘅咩呢只嘢？捉到捉，哇！哇！即刻弹出嚟，捉唔捉到噶？佢有摇应该捉到嘅，攞个特攞高级球，高级球。哇！咁难捉嘅咩？黐线！我抌晒我成副身家嘅精灵球都未捉到喎。唔会啊嘛，嚟我买精灵球再捉过呢只，咁难捉嘅咩？定系捉唔到噶？
好在赢咗冠军，赢咗好多训练家，所以有钱啫。如果唔系，真系补唔翻，补唔翻头先精灵球啊！唔知而家要去边喎？而家哦，系咪呢度啊？有啲初级精灵点解唔带上一只？喂，咩嚟噶呢只？谷草牙、小艳红、腐老芬，定腐老苏啊？呢个系腐老苏啊？呢个系？呢、這个系咪之前金文版流出，即系初代金文版流出时嘅时候嗰啲精灵嚟啊？我唔知系咪，我要睇翻先知道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？就系、是、金文版咧曾经咧就唔系用依家大家熟悉嘅火球鼠啊、小巨鳄啦，同埋呢一个嘅谷草叶嘅，佢系用另一个精灵嘅，同埋另一样嘅，即系另一啲嘅精灵嘅。见到火箭兵团咯，所以我哋真系要做呢一样嘢。你听到咧 ，boss 嘅命令啦，解散骨子群岛嘅分布。系嘅，小超，我知道，但系呢个真系应该做。你嘅咩意思啊？点解 boss 突然间想解散火箭兵团？当然，我哋失去咗关刀嘅分布，但系其他地区嘅分布咧仍然咁强大。我唔知道咧 ，boss 谂紧啲咩，但我知道咧，板木唔系一个冲动嘅人，佢一定有理由。呢、這个咧理由甚至可能咧为咗保护我哋。你搞完未啊？你有咧好多任务要做嘅，喵。B D 龙啊 ，OK， 啊系啦，讲翻头先个话题啦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大家熟悉嘅金文版咧，咪就系用头先我所讲嘅谷草叶啊、小巨鳄啊同埋火球鼠嘅，但系以前嘅金文版咧，嗰、那个开发咧就唔系用紧啱啱我所讲嘅御三家嘅，即系可能成个精灵分布啊，成个精灵嘅进化线咧，其实都唔一样嘅，啊，所以咧，我觉得佢系有啲有。有将某部分嘅精灵咧搬入咗咧特别偏 red 度嘅，咩嚟个？擦喺水度有精灵球，哇！呢个真系新突破嚟噶，我未见过水有精灵球噶，好似以往嗰啲都唔会有海度有精灵球，我水底哇！哇呢个呢个有啲麻麻地啊吓。因为佢自己画咗个笑脸喺个笑面喺嗰度燕子草啊，我唔识读嗰个字燕子草。好呢只嘅鲨鱼啊嘛，先我 fix out， 跟住来个直接落咗麦笔，鬼嘅死啊！巨鲨喎、啊，哇！呢只 mega 进化嚟啊，电磁波 ，Oh my！ 水流喷射，打沙顶，跟住用近身拳击应该死嘅。都是要靠我哋嘅最强主力大力哇 ！Fast 香草呢度战斗道具，大甲啊正常样嚟嘅，点解啊？睇唔起大喂，我会教你去啲唔应该去嘅地方冒险啊！喂咩啊？女仔嘅呢只不吸本小丑，吸本小姐呢个咪啊？吸本小姐，大比鸟啊呢只，用水技喎、啊。佢咪用學士術啊！佢系用我學咗招水技，所以用我招水技打我。咁呢个唔知咩岛？咩事啊？火箭兵团，我都放过我哋啦！我哋只系咧想和平嘅村民嚟噶咋？我哋唔打交，我哋嘅精灵咧唔识打交噶。当然啦，你唔会谂住咧要我哋精灵噶。你又想啦，你个白痴嘅老嘢！你知唔知呢度有几多有钱嘅学生咧会想买啲可爱嘅精灵啊？攞嚟！喂，只皮皮还俾我，哇！就咁样咁轻松就拎走咗，冇攞走我皮皮啊！有必要咩？喂，你做翻你做嘅嘢，我做我嘅嘢。我哋嘅命令系嚟自咧火箭兵团嘅大佬嘅，但系我嘅 boss 系个可怕嘅女人，我仲未谂住咧背叛佢，唔使理佢，依家就带我哋去见佢。阿 boss 咧有命令俾佢，啊，企喺嗰度唔好喐，放咗啲精灵。系嗰个咧，快、那、嗰个飞艇上嗰个蠢材啊，冇可能噶！嗰啲雷电，嗰啲咁嘅雷电球应该爆咗炸嘅。我嚟对付啊，你一齐去啦！我听讲咧，野生精灵嘅动物园咧嘅精灵比呢度咧更加多啊！我偷精灵啊，准备好未啊？你知道我名呢、這个乜水啊？小蓝嚟啊呢个，你系波波球嘅点解？应该系小蓝嚟嘅呢个新元武。哇！嗰只系咩菇啊？妖精嗰只菇喎，黑住我喎呢只，冰啊！
百变怪啊，好明显啊，小蓝啦，受死！水箭龟又好明显系啦，又准备受死。近身拳击，土龙土龙爷爷进化，真系。近身拳击，哇，好劲，好硬净啊！只土龙弟弟，终于住到系我啦！我系伪装大师，记唔记得啊？小蓝呢度做咩啊？你应该多谢我，你同我冇办法啦，同时对付咁多嘅火箭兵团嘅僆仔，但我第一关都做到。我哋冇啊，我哋喺个大楼入面咧，一个一个咁打，依家要打低佢哋，我必须好似以前咁做。我哋会喺咧野生原野区咧逐一击破，我明啦。拜托啦，你两个要救我皮皮啊！当然啦，君子一言。哦，使唔使我哋帮手？嘿，唔使，我哋咧喺度待命观察野生动物。哇，嗰三个人一路跟到过嚟呢度。啊、好似上船之前已经见到佢嘅踪影噶啦，嗰班人。好，我哋睇下呢有啲咩先。出埋自己身体赚钱，我哋唔系话只系运气唔好。唔好对我同阿哥指手画脚呢位咧，终于做嘅。我哋谂咧，我哋想有固定嘅办公室，但我哋唔够聪明啊。都系都有咩勤劳嘅公民。好，下间呢、這个。你好，我系健夫，我同咧妻子好中意咧令精灵开心，可以令你嘅精灵咧变得非常漂亮喎。我要哇，食我5000蚊傻咗啊！你想加薪啊？冇啊，收我5000蚊会太贵，大佬冇钓到嘅二代。呢个咩啊？野生动物园嘅精灵咧非常温顺，佢哋只系咧加倍季节咧有攻击性。救救我嘅皮皮呢度啊！好清新，好爱佢。如果我有咧两美元，我将佢俾咗人，咁我剩翻几多钱啊？玩完。好啦，哇，咩嚟噶呢只嘢？呢只系猫头鹰同埋呢个比比鸟嘅合体喎，应该系。先嚟个迪欧先啦，独特啦，啪打死咗。红袋龙 ，OK， 跟住再嚟啦。搞掂，有咩捉啊？呢度应该有新嘢，我觉得。哇！呢只凤神犬，金神兽养嘅呢只凤神犬。哦，好坏星都有喎、啊。呢只 game 究竟有几多精灵？乜精灵都有、啊、好似。仲有啲咩可以比较大开眼界？波波。哇！护主犬，水路有冇精灵啊？若丁鱼都有喎、啊，新搬嘅，呢啲都系新搬啦、啊。头先嗰只嘅嗰只叫做好坏星都系新搬啦、啊。嗯，冇其他颜色嘅，咩波波绿色嘅好坏星，诶、欸，又系啲火箭兵，哎呀，催眠，我听话，吓、啊、大力蛙先啱。轻松搞掂啦 ，TM 111，真系长，吸取之吻啊，哇，都真系几勤力下我呢一个嘅作者，老实讲，佢将新嘅精灵，即系新嘅剑盾嘅要素啊嘛，系嘛，剑盾有冇啊？好似剑盾好似冇，但系将新搬之前嗰啲都放咗入嚟，仲加埋头先见到嘅咩大舌头嗰啲嘅。金文精灵、本身金文的精灵啊 ，OK， 好啦，暂时今集时间差不多，玩住咁多先，下集就继续追捕呢个火箭兵团，攞翻呢一个皮皮剧情，系咁先，拜拜。